好咧，一跳出嚟，前面快噶嘛，內欄位置奇峰啊，跑咗幾步咧，咁啊見到中間百里名區走咗上去，最出仲係印印腳，馬林中間紫色衫銀城福星黑衫第五位合作愉快內欄第六位劍追星啊，馬林中間仲有黃衫咁啊灰馬就香港世益啊，響出邊三搭又俾人頂啦，就嗰只爪王轟天啊，尾五位置啦大約啊，咁啊有呢只領闖者啦，後邊嗰五匹馬，咁啊有呢只咧就明月星輝啦，跟得幾順喎，尾五黃衫馬，後邊四隻上心星葵涌精英越跑越好尾。包咗落尾金钱炮啊！好啦，转弯入直路咁仔啦，前面百里名区占先，外边印印脚啊，内栏第三咧就奇峰啊，咁啊出边有合作愉快啦，第五位咧就系银城福星啦，响入边等位咧仲系领闯者啊剑追星啊，攞定出去中外档啊嘛，有呢只爪王轰天啦，越跑越好啦，最出有两只明月星辉同埋葵涌精英啊，兜到嚟最后200米，印印脚中间一路压住嗰只咧就百里名区啊，外边明月星辉一路炒紧上嚟，再喺马林中间做个爪王轰。天后啲嘅马只金钱炮，最后100米，明月星辉伟达重练以嚟首场赛事系赢呢匹马，跑第二名咧就葵涌精英同埋金钱炮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只明月星辉好早已经攞定出去啦，亦都由于头段跟得好顺啊，转弯西出去外边，咁啊赢几个马位，伟达重练以嚟第一场头马，明月星辉跑第二名。二号马葵涌精英就似乎压住咗金钱炮，第四名咧就印印脚就似压住咗嗰只咧越跑越好啊！伟达，明月星辉。